不好吗？求求你了。怎么了？你在看什么？我没看什么，我在看你。啊，有被撩到，有被撩到的。林奇业，他不张嘴是不算数的。Hello， 优酷酷的聚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孙艺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优酷酷的聚会，大家好，我是文渊。三个字啊、哦，三个字。翻牌子。对了，对吧？哦，对了。贵了。对了，好、哦哦，下一个、哦，四个字，传。传宗接代。传宗接代。看我嘴。传。传。宗。传。宗。传宗，传宗接代。对。哦，下一个。三个字，后面两个字是哥哥，叶哥哥。我们戏里面有一个那个角色，叶哥哥，叶，林夕叶的叶，叶哥哥。叶。哥哥。这个我猜不到什么口型。叶哥哥。耶，哥哥，耶什么呢？哥哥，别演了，哥哥，哥哥，叶哥哥，叶哥哥，哦，好，哦，这是一个药，一个药，三个字，太阳，阳，大太阳，阳，大太阳，阳，对，阳，春，阳什么？有一个叫阳春面。阳什么？阳春面啊，对，阳春。然后后面那个字是圆丸。阳春丸。完了。阳春丸。啊，对，阳春丸。哦。三个字。藏宝图。四个字，驴肉火烧，对，驴肉火烧，三个字，一粒镜，快点，一粒镜，林奇业，三个字，一粒镜，你不张嘴，一粒镜，什么？一粒镜。认真，一粒镜，林奇业，他不张嘴是不算数的。我张了，一粒镜。你不张嘴，你也不说话。一粒，什么？一，第二个字。第二个什么？粒。你在拖延，我怀疑你在拖延时间。力气，肌肉，力。一粒，粒，对，粒，男友粒，对，一粒镜，一粒，对，你，我，林夫人，三个字，我身份，三个字，你，我，月流萤，银夫人，三个字，再，四一个字说什么？再，啊，再，第二个字。玩，再玩，第三个字，再玩火，聪明，四个字，闭门，门，对，闭，第一个字闭，第二个字门，闭门羹，四个字，造，闭门造车，对，闭门造车。几次不张嘴，我张了，你问他们。一粒镜，哦，是一粒镜，算我赢了。我们这一趴你猜的时候，我不是我猜的多，俺猜对多的算啊。幸亏我赢了，文老师强项，好不好嘛？求求你了，拜托，要抱抱吗？我不管了，
我爱你啊。你最好了。人家不嘛。撒娇把脸。我的妈呀。哇，男生撒娇是可以这样的。我的天啊。我现在还有一点没有缓过来。我们收集了六句名场面台词，两位可以按能接受程度排一下序。第一句，我最能接受的就是我没在看什么，我在看你啊。对，这个也是我最能接受的。我觉得我最不能接受的是箭在弦上，你居然让我。我觉得都不好拍。我今天就是想要报答你的，报答什么？女生别误会，男生深夜到访，你让我误会什么？奖励你今夜做我的暖房侍妾。我觉得第二个是这个，昨夜夫人。热情奔放，今日为何如此娇羞？对比起其他来还好，你觉得呢？我们给他排二吧。也行。好，你来。夫人，你在玩火？箭在弦上，你再帮我等放到最后一个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排好了。排好了。第一个是，我没有在看你，我没有看什么，我是在看你。然后这个是第二个，昨夜夫人如此奔放，为何今日如此娇羞啊、第三个就是我也想看看我们的未来孩子是怎么样的，一起努力。第四个就是别误会，今天晚上做你的暖床。然后最不能接受的五是你在玩火。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吧，箭在弦上去必须让我等。现在需要把排名前三的台词进行反串演绎。全是我的。喂，看一下你们这就是、你不是说那个啊？我想演那种就是撩男生的，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呀、真的。今天让你体验一下。怎么了？你在看什么？我没看什么，我在看你。啊，有被撩到的啊！昨夜夫人，你如此奔放。为何今日如此娇羞啊？有吗？还说没有？那今晚继续翻你牌。其实我也挺想看看我们未来的孩子是否也会这样可爱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两个是不是该一起努力？我觉得你娇羞演的比我好、和你学的。对，其实一个互换我觉得也还蛮有意思的吧。因为女生很爱看哎，所以有这样的角色就 call me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孙艺宁。我是文渊。来优酷搜索酷的聚会，或者关注优酷娱乐官微酷的聚会官斗，解锁更多独家福利吧。